玩接面时间3:40。好，澳玩 BF 五岁 level 363。呢一日又新增多10多宗嘅新冠肺炎本地個案。我講起新冠肺炎咧，美國又係今日新增多60,000宗嘅個案，就係新嘅紀錄。咁累計已經有315,000染病，100,000+死亡。我望個電視咧，美國嗰個確診數字係第二嚴重的好像是意大利都是有100,000+10,000，不是，起碼比其他幾個嚴重的國家還高出幾倍。但回翻，咁原本就是意大利高，意大利超了中國，意大利是嚴重的嘛，跟住後屘其次是中國，後來美國一天就新增多幾萬宗，超越了中國也超越了意大利，他一天都新增過萬宗。你要跟我說重啟經濟，但反而說重啟經濟變相是重蹈覆轍，變相令到染病人數進一步上升。這十幾宗本地感染呢，咁有一宗係嚟自牛頭角一間小學，話嗰個學生嘅家長染病。但係如果個源頭唔知喺邊，係可以話好困擾嘅，因為你唔知邊度感染咗嘛。但係唯一個線索就係話你同人講話你曾經去過邊度。呢個禮拜，但係你去過很多個地方，很難找得到。意思是很難找到真正的地點在哪裡。有船的拖頭就冚埋呢個青衣趙麗景嗰個高架橋，然之後曾經要暫停服務，甚至係半個鐘頭一班，都然之延誤。如果你聽得撞咧，你回想翻2015年10月幾話呢個吸水門大橋，佢俾一架隻船嗰個拖也拖頭撞到個橋墩，跟住後屘即係嗰個青馬橋啊，後屘就發出咗嗰個橋啊發出警報，然之後要關閉嗰個橋作維修或者檢查，跟住機場快線、東涌線，甚至往來的行車或者嗰啲巴士所有都係停曬，架架車都停曬，清緊就清橋度出嘅。
Peace.